好的，我是阿忠，目前所在正好是在洪崖洞的这里，各位可以看一下，实际上呢，天空要开始飘雨了，路这一小段之后就要收起摄像头了。OK， 我们从一号电梯搭到五楼，就回到有点像那个长沙的文和友那边的一个环境。阿忠目前所在这边是五楼，建议各位到洪崖洞五楼的地方一定要逛一下，这边的过去，回到过去的历史，我们走走看，逛逛看。这个感觉真的回到过去的历史。要这样逛出来，有此境啊，它是有此境。这过去的年代所遗留下来的产物，各位来洪崖洞不要只是在外面拍拍照，其实到里面逛，五楼很推荐各位到五楼，五楼这边。真的是文盲，这边写的禁止抽烟，还在那边抽烟。室内抽过去老的照片，还有老的唱片，这是胶盘。这种胶盘阿周非常熟悉，有33转，也有45转。那一般 DJ 呢，他会在这边，这个里面有那个纹路，把唱针放上去之后呢，刷底会做记号，这样刷。我不能去碰它，这是别人东西，我只是在外头跟各位讲。那这种唱片一般我们会从旁边这样摸，中间这边呢会产生水垢水纹，之后呢它久了会有杂音，一般我们还会拿那个画笔沾水之后磨在上面，这样唱针它基本上这个就会消掉它的杂音。过去的历史，地方蛮适合来走走逛逛的，蛮有老重庆的味道。熟悉的这种铁门在香港非常的多，这种铁门最大的缺点是什么？手不能放在这边，一用到就手会夹到，就啊！刚刚我们坐一号电梯，他们这边其实还有其他的电梯，看得出来哈。这电梯还有3部，可见
刚刚我们一看到电梯，怕没有电梯，赶快坐上来，是一个错误的选择。这边确实都有电梯，但是它有的在维修，还不错。洪崖洞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的难逛，还可以，后面还有街道可以看一下。这个是四楼，我们现在是在五楼。我闻到煎的鸡蛋的香气了。老味道的地方，阿祖比较喜欢逛这一种。这边的感觉跟那个文和友完全有类似啊，但是两种味道不一样。啊，这边好像是到这里。好像是楼梯，答对了，这边是洪崖洞的楼梯，那下去，这边还有下去，还楼梯，都是楼梯了，就通到底下的楼梯。我们去吧。那好吧，我们搭电梯上去吧。我们不用在这里要吗？来啊，我们来喝一个饮，这边，这边，感觉很老味道。架在这边拍过来，在五楼的地方，阿周拍了蛮多的照片，以下让各位看一下。4号、5号电梯搭上来之后呢，搭到九楼，它这个电梯只到九楼。九楼之后呢，我们就往出来之后往左边，左边这边有手扶梯，手扶梯可以上到十楼，十楼之后再一个手扶梯再上去就是11楼了。11楼也就是上面的平台的部分，所以说大家放心来这边呢，基本上不会要你从底下一楼。爬到11楼，之前收集了很多资讯，都被吓到，以为说来这边就是要爬楼梯，爬楼梯。确实啊，要爬楼梯的地方也蛮多的。我们现在已经到10楼，10楼之后直接上到景区出口的2号门。有啊，上来了，这个地方，上到上面一个平台。就是洪崖洞的最上头的一个平台的地方。今天天气有点凉，有点冷，穿着长袖还有点凉，就上来了。还好这一段路还 OK。这个就对面，就是我们来的第一天就在这边拍照，拍拍。
该就是在这边拍的。非常美的地方。好的，以上影片是阿周在洪崖洞所拍的所介绍的影片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记得关注我的影片，订阅我的影片，同时帮我按个赞。下次影片见。